冷笑话，无厘头，我们相声传统致敬经典没有这些东西，全完了，得亏我带点真东西。我跟您各位说一个啊，什么玩意儿？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播种后人收，说是龙争虎斗。有一只熊，有一天啊，他脚指甲，他就变成了能。走走走，快点！大点！哎，你想哎，他一个熊，他把这四个点给绞了，然后变成了能。那就是没羞没臊，你看没有？哎，他，你看他能，就不，就你。还训我们，就刚才那真的情况，好家伙，就熊完脚成能了，你都配不上你的定场诗。您那笑话还有后续呢，知道吗？一个月之后，他又变成了一只熊，他又长出来了，都知道，知道吗？你看笑话都没看全，真是的。哦，就其实我这也是无厘头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说呀，我现在看这冷板凳，我觉得啊，就咱们的。那不行啊，那咱得找回来呀。怎么找回来呀？来好的。不是你有什么主意没有啊？来好的，这么着，咱既得致敬经典，还得今天跟咱这主题得扣上。咱们来一个四卷四侠。等，四卷四侠。对了，我听说过四管四侠。哎，这是咱们老活呀。老观众您都知道，有一个传统的群口相声叫四管四侠，我们这得改了。什么叫继承发展？这叫继承发展。哦，我把这规则说说啊。哎，什么叫四卷四侠？您公布一下。我说这么四样东西。嗯。天上飞的啊，地上跑的，桌上摆的，德云社有的，哦，这么四样东西，这四样东西都给在江洋哲上面找哦，得合哲。我说完这四样东西，你来说，也说这四样，我也说四样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桌上摆的，德云社有的，你说这四样得管着我说这四样，这叫四卷。哦，德云社之间这就卷起来了。哦，这么个内卷。哎，还有一什么四侠呢？四侠，咱俩说完了是他说。哦，还是这四样，江洋哲上面找，他说这四样得分别管着我们俩这四样，这叫四侠。哦，得管咱俩这八样东西。各位听出哪儿不一样了吧？这里边可带着德云社呢。哦，怎么样，二位？行，我先说啊。好，我先问问您啊，您这天上飞的是什么？听咱这就不一样啊。天上飞的是太阳。太阳？对了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太阳？嗯，太阳是在天上飞的吗？那不天上挂的吗？那太阳挂着不动是吗？啊？地球不自转啊？地球不公转啊？转。太阳东方升起，西方落下，那是不是从天上飞过去？哦，对对对，它一天它有时差呀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天上飞的。我哥说的有道理，是吧？哎、太阳啊，有歌为据啊。怎么唱的？太阳，太阳，给我们带来气色。你给他带药没有？哥、哦，你吃什么脏东西了？打一针怎么样？给他问的。太阳啊。哦。哎，太阳。嗯，天上飞的是太阳。对。您这地下跑的是？地上跑的呀啊，光头强。对，这动画片都出来了。哎，动画片有歌没句那样、嗯、光头强，光头强给我们带来，你把电池给他抠了不要了，哪有电池啊？他有毛病是吗？就生动画片看过没有？看过地上跑吗、啊、地下跑的光头强。行，您这桌上摆的是？桌上摆的呀啊，大白兔。对，你先等一会儿，那么可爱没有用 啊！大白兔给小动物摆桌上了，不是小动物啊，大白兔啊，奶糖，你看看，哎，哦、这观众都知道，奶糖奶糖，别唱，你就会这一个调是怎么着你？哦，就是小零食，对了，奶糖不是甜那个，对了，是吧？哦、这是大白兔奶糖，哎哎，你这德云社有的是，郭德纲，一下咱到头了。当然，
徒不言诗名啊，我这书个字儿说郭德纲。那、啊、这哦，你这何辙不押韵啊？怎么不押韵、啊？襄阳这你得郭德纲，那这呀，让岳哥说最好。这郭德纲，你这多好这个。哎，啊、二位还敢来吗、嗯？这有什么不敢来的呀？敢来，我师傅都出来，你敢来？我第二个说不是？来，这个啊，天上飞的，天上飞应该是太阳是吧？对了，天上飞的我这是遮光板。哎，你先等会，在这个，你等会，一般都挨着。你这没学过拼音是怎么着啊？遮光板，我先别问管得上管不上啊。您这够江洋折吗？哎，遮光板在哪儿啊？遮光板，遮光板哪儿都有遮光板，飞机上，你说那飞机遮光板？对，飞机，哎，它是飞机窗。哦，飞机窗，飞机窗户。哎，这它怎么能管着我这太阳呢？哎，你看我遮光板往下一拉。你那阳光根本照射不进来，哦，就这么一小空间，把这阳光挡上，这也算管上了？管没管上？嘿，你看这个遮光板，遮光板吗？遮光板啊，地上跑的，您地上跑的是什么来着？光头强，听我这个，我这地上跑的是大黄蜂，大黄蜂，大黄蜂也不够折呀，它是变形金刚，变形金刚管着我光头强吗？当然了，你打得过我是怎么着你？你打得过我吗你？找擎天柱怼死你啊！好好好，真是怼死你啊！真是，桌上摆的，桌上摆的呀，嗯，那是奶糖是吧？对，我这是止咳糖浆。这止咳糖浆跟奶糖不挨着呀？您得刚才吃那糖啊，太齁的慌了哦，吃完了咳嗽，伤嗓子。哎，拿我这止咳糖浆啊，压一压嗓子，压压这咳嗽，止咳糖浆。嘿，他这管的都很巧妙啊！嗯，我听这最后这个德云社有的，德云社有的呀。嗯，咱师娘，我师傅郭德纲能让我师娘给管住？哦，秒懂，看到没有？秒懂。我们天津话管这叫什么来着？怕婆。都知道，都知道。得了，行，这算他管上了。哎，算他管上了。哎。哎，对，您先等会儿啊。不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你把师娘都搬出来了。对，他怎么办啊？内卷吗？内卷吗？哦，你可太坏了，你没人，没人。哎，西西，来吧。太阳，别太阳，太阳了，别唱了，四卷四侠了，四侠、啊、到我了，到您这个了啊。天上飞的，天上，大老王。老王，这大老王是谁呀、啊？哎，大老王，我小学同学。哦，你小学同学也不对啊。对，不是飞的。怎么在天上飞的？你小学同学？我小学同学坐飞机天上飞啊。哦，他老是坐飞机天上飞。人出行管不着、啊哦、行人家、啊。地上跑的，大老王。对，这大老王还是一人啊？啊，对，他不是天上飞的吗？飞机不落地了吗？他不出来跑会儿吗？到地上了，人家桌上摆的，桌上摆的，桌上摆胰岛素，德云社有的，郭飞扬，什么乱七八糟，过来是吧？四卷四侠都能卷得上，管得上啊，这都挨得上。我先问你，这天上飞这大老王，遮上你的飞机窗，照上你的太阳，地下跑的大老王。开了一个玩具厂，制作你的光头强，捎带你的变形金刚。桌上摆着胰岛素，降了你的血糖，稀释你的糖浆。德云社有的郭芬阳，天天缠着师娘，这手拉着郭德纲。去你的吧！这个厂子干，他们为什么要调这么暗呢？可能又是一个到人家正经的比赛选手上去了，刮大龙拳给上了啊，有可能。就像咱们这种。失落感。